战所排出的先发五人，先来看到的是梦想家的部分，杨胜燕、吴永胜、陈立焕、简浩搭配中锋吉尔贝克。另外在高雄钢铁人的部分呢，选秀榜眼陈佑伟、吕振如、林君豪、蓝少辅、郑德维，除了吕振如男模射手之外，其他四位清一色全部都是菜鸟，后期呢打出了10胜14败的例行赛战绩，最后杀进了季后赛。来看一下三分球，有吕振如，高雄钢铁人的第一次得分。郑德维带球往外分球，拿球抛投，林君豪也得分了。只是过去这几年里头，他包括曾经一度退休过，然后又在复出哦。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，而且他本身他过上今天得分也有纪录开张。吴永胜带球切入，用第一线的速度过了蓝少辅，再一次连续得分。瞬间的判断来讲的话，是相当不错的。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是防守蛮好的一名球员。没错，大三、大四赛季都将近有场均10分左右。陈永伟应该是我看到蛮多球迷甚至媒体同业在预测 Plus League 今年新人王里面呼声最高的其中一位了。那相信在这个 Anthony Tucker 加入到钢铁人的阵容当中之后啊，陈佑伟呢也有跟他学习的机会。刚刚简浩跟吕振如呢上个球季了都一同效力 SBO 的玉龙队，这边抛投找篮筐的是吕振如，吉尔贝克飞进来啊，也是为时已晚。是，看到哦，他们球员出手之后就先回防了。因为想要在面对梦想家这样的情况下抢进攻篮板，其实不太容易的。哇哦！在暂停过后呢，也做出了人员上的更换，但打得很快的是钢铁人快攻得分。对，卢哲毅，而不用去离家背井到外国去打球。其实当然我们都知道，就学跟就业都有自己的自由，所以你自己要去哪里累积经验，一直学习的球员才会持续进步。我想这一点林俊杰做得非常好。哦吼，阿吉溜进来喽！从板凳出发，其实是可以做后场的位置来讲，可以提供及时的救援。洪俊彦去年在领航员出赛了16场，有4.6次的助攻，是本土的。要陈正杰高调给篮下的吉尔贝克，再转移出来 catch and shoot 的是钱肯尼，三分球有。在去年球季呢，其实梦想家最大的进攻武器就是三分球啊，有吉尔贝克来分担这个油漆区的压力，相信对于德威来说也是一个压力的释放。是，这个球我们看到林俊杰又把比数23-17，你先出手，这边没有。再下进攻篮板的是王玉祥，哇哦，篮下补进。服务的学校是屏东的智胜国中哦。哇，这一球打得过于轻松了。后场的防守大锁，给到前场的王博士，这边手滑了，但是篮底下硬是插板得分，闪过了吉尔贝克的封阻。主掌后场，那很多人说这个拿两个年度的第一顺位来换，是不是有点不值得？其实很多人有不一样的看法，篮底下的适应这个氛围跟裁判尺度哦。没错，今年26岁的213公分长人三分球，洪俊长自己也能够立即做出贡献的。吉尔贝克第一时间想要扣啊，但受到了干扰，裁判哨音先响。杨胜把速度推得蛮快的，杨胜燕在底线出手三分球。杨胜燕转移到底角，陈立焕三分线外出手，又在底角来，都很精准，这一点来讲是他优势哦。又来一发的是陈立焕，给到陈立焕内线抛投，这球打得聪明。哦，陈立焕在第二节跳了出来啊，够在场上分担这些上场的时间了。对，王博士必须在季前的时候好好把握他的出赛机会，因为等到例行赛真的开打之后，到时候会有包括一打的很笃定，就是硬要攻，可实际上要摆脱吕振如的防守没那么容易哦。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出手机会哦。可你看吕振如回头打了就，今天个人攻下了7分，6投3中。比了一下，吴永胜在外围做一个假动作，给到底线的钱肯尼插板也面高走。嗯，所以一路以来，其实吴永胜他做了蛮多事情是走在最前面的。吼吼，简浩个人也是外线连发。第二级大学，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像我们在讲这些球员他们在美国经历，其实D1真的很不容易。第一级大学要拿到奖金，出现失误了。吴永胜前场2打1，给到是陈立焕插板得分。
新同学的连线绝对是一个经验球，他一拿球的时候他身体已经往陈佑伟身，新同学哦，不管是简浩、陈立焕还是吴永胜啊，真的是火力全开。这一球王立翔打得很清楚哦，在场上的包括林坤林老师还有陈宏明老师都有聊过，这些都是在基层非常资深的教练裁判，我们聊过，包括整个裁判圈来讲的话，在裁判怎么样怎么样，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思考的是往对的方向前进的时候，他其实必须要时间的累积。我们期望上半场剩下最后的十秒钟，54-41，王柏芝带球切入挑战机了，贝克坦克车来哦。跟节奏来讲，我觉得他还有蛮大的进步空间哦。这一点基尔贝克刀叉步转身进去，转身漂亮的脚步，就是我们刚才提的，他的牵制力就在这里，你包不包？陈佑伟带球，地板给球，找到蓝少辅插板得分，这一用 bounce pass 去用这个弹跳让他去抓到这个机会。哇，飞身暴扣，林俊豪，高雄体育馆要沸腾了。基尔贝克想要还以颜色，篮底下找到机会的是陈立焕。插板有前场的陈佑伟逮到快攻的机会上篮得分，吼吼，陈佑伟林俊豪整个都贴上去哦，不让基尔贝克拿球，但是哇硬打还是有啊，高度身材条件还在那里哦，他在正场上他必须打得更强势才能够带给球队更大的安定感。是，哇，三分球许振儒在球队里头的适应能力跟他自己本身的能力来讲，他很能清楚知道说这个时候该怎么。阿吉三分球，哇，吴宗伟接球就投，投了就有。背筐找到底线的林俊吉，背部的矛头找到了，吼，阿吉在寻找队友。吴哲毅底线接到球，三分球，个人得分上看双位数了。是梦想家在防守上的交代，沟通不清楚。哦，杨胜燕这边切进来，抛投得分，助攻给到阿燕。面对吴永胜，哇，个人一条龙啊，展现他的单打能力啊。随着经验的增加，而且大江南北的征讨之后，你其实看他打球上，该他出手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不会放掉。双方目前互轰三分球，但是命中率稍微降低，钱肯定踩了一个欧洲步进来，要到两分。前场三打一的机会给到吴永胜，轻松的上篮得分。这边场边也出现了暂停，找到王绿翔，但是底线已经被陈正杰给封死了。吉尔贝克的麻辣火锅，深度的出手，力道稍短，长篮板滴落到了林君豪手上。哇，今天林君豪在篮底下的把握度其实挺显的是，他并没有帮自己是有停留在里头，我觉得跟他的一个成长背景有很大的关系。能够进到直篮就在于说他可以得分哦。那摆这样双控位其实就是希望要降低失误数，然后去打更多更有速度的球哦。说着说着就来一个打板的三分球。哦，这一球应该是踩在线上了，所以说是一个 long two。阿吉也来了，马上的还以颜色。篮底下，洪俊彦自己投没有啊，来到了内线。吴哲毅漂亮的给球，陈佑伟篮底下小拉一杆。陈佑伟今天5分7个助攻。陈立焕。外线马上的还以颜色，还是存在在那里。又是一次漂亮的给球，卢哲毅助攻加一，林君豪得分加二，吉尔贝克篮底下一马平川啊！哇，人高手长，一个转身，就是在于他的跑动能力，这一点来讲还是优势的。就像去年球季的卡林·杰克。在领航员呢，其实也展现了非能跑能扣的常人哦。吉尔贝克这边又要单打篮下，是一个 mismatch 的机会，郑德维扛不住。钱肯尼速度推得很快，进算加罚 ，and one。在旁边还不如抢快，我没有把握住，蛮可惜的啦。哇，吕振如的麻辣火锅，好球啊！今天吕振如也可以说是跟陈立焕杠上了。三分球，哇，
哇，这真的是太有办法了，整个节奏。吕正如缴出了10.6分、3.1篮板、2助攻、34%的三分球命中率。台少辅，吴哲义的三分球，洪绿翔假动作，中距离的跳投有了，蓝少辅把握机会，上去磨练这个机会，这是他职业生涯的初登板。没错，哦，蓝少辅说到中距离啊，马上也来一发。洪绿翔第一时间球没拿稳，第二时间还是起了，弹进了三分弹 ，for three。吴松蔚下手干扰，收到了效果。另一方面，三分线外跳投，这一颗三分球非常的关键，可以掌握住篮板。哇，这个球吴松蔚非常的冷静哦，他没有急着退防，他一直在找寻对初登场的高雄钢铁人。今天凤山体育馆的开箱，主场球队没有办法收下胜利，但是也绝对学到了宝贵的一课。